大家早安，在我们崇拜之前，让我们先观看我们的主任牧师何伯昌牧师，他与我们分享的教会的十月份更新讯息。各位的弟兄姐妹，有几件的事情，我盼望代表教会跟大家分享报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星期来啊，了、呃、在一个星期天。 啊，里面我们有一个英语的崇拜啊，我们大概有五十五个弟兄姐妹可以回来，但是我们不可以多过五十五的弟兄姐妹。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报名来参加我们啊，来到教会里面啊，有一个英语的崇拜。但是有一个补充的就是，这个是一个个 trial run 啊，不不是讲到啊。 第二个、第三个星期会有怎样的事情？但是我们会考虑，我们应该怎么样啊？可以慢慢的开放一点，可以更多的弟兄姐妹可以回到教会里面参加那个崇拜。另外一个事情呢，就是我们有那个个啊主餐礼哈，我盼望弟兄姐妹也好好的预备自己，参加我们国语的那个个主餐礼。 啊，还有第三事情就是我们有祷告会啊。我们星期三晚上八点钟，星期天我们早上八点半也有一个祷告会。我自己非常看重祷告的时间，我盼望在祷告会里面可以看到大家。再次谢谢大家，再见。各位弟兄姐妹，现在让我们一起来齐心的敬拜。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宣召经文：《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noise> 阿巴天父，你的圣城西安，美丽的西安，高高在上的西安，颂扬敬拜的歌声，悦耳缭绕的琴音，我心向往圣城西安。你是如此靠近，我们要直奔前往，直奔那圣城宝座，见你那万般的荣光。 同享你的安息。但是父神，我们在回天家的路上，有如此多的挫折、忧患，有追心的情绪，心里有不知如何解决的负担，在这失常的世界，百般似是而非的言论，透过各种社交媒体和管道。 充斥在我们市周围，有国家政治，有即将来到的总统大选，有国际局势，甚至我们寻求庇护的家庭生活和教会生活也不尽完美，让我们感到迷惘、动荡。但是父神，你说。 你所赐给我们的，不是恐惧胆怯的灵，而是有能力、爱心和自律的灵。从此，我们住在你里面，你也住在我们里面。你让你的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你让我们学习效法你。你对我们的爱，你对我们的饶恕。 而能够有能力来彼此相爱、彼此饶恕，让我们在审判的日子里能够坦然无惧。父神，请你将我们生命中的冲突、挣扎、罪恶和不和谐一一的除去，不要让我们对你的祷告因此被阻隔。 不要让我们在你灵里面的喜乐因此被剥夺，而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被你来塑造，借由默想你的话语，借由遇见你、经历你，借由我们对你完全的交托，而能够有一颗完全平静的心，坦诚的来到你面前，来得安息。 父神，让我们紧紧地抓住你，抓住你创造的源头，不给任何的乱象留空间，来定义我们的生命，而要让我们的生命在混乱中能够定睛信靠我们的元首基督耶稣，他的坚固根基是反脚石。 是我们肢体里面的帮助，而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被你炼净，成为纯金，配得与你在圣城西安相见。我们不配这样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福气，诸所持的各样福气，能使人保守到底。将来天家才荣耀，我与主永远相依。信徒之敬主，献殿中祈上神。

让我们一起来思想这节经文里面神要告诉我们的话。先让我们一起来默念。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书价。我们今天攻读的经文在以佛所书。 第一章第二十到第二十三节，现在，请大家一起高声朗读神的话语，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 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各位弟兄姐妹，我非常开心，今天早上可以跟大家分享什么话语。这是我第一次在教会里面跟大家讲道。 求神带领我们，我们一同的敬拜神。有些弟兄姐妹跟我讲，他说：“牧师，我们现在这样的情况，不可以再来教会了。我们还需不需要再来教会里面敬拜神呢？我们大概。” 每一个人都可以上网竞卖吗？我相信有些人真是这样的想。为何我们还需要去教会参加聚会？圣经告诉我们，其实教会不是一个 building，不是来在这个地方。教会的意思就是。 一般信耶稣的的人在一起聚会，以附所书告诉我们，教会的意义跟目的大概有几方面。第一，彼此联合；还有呢，就是我们彼此祷告；还有呢，就是我们鼓励大家。 工商的帮忙，所以有很多不同的重要的意义，不是我们可以就是在家里面我们就说我们就是教会，当神建立教会的目的不是这样的。从十月跟十一月开始，我们会跟大家打开一副所书，我们看一看教会的目的。 跟意义是什么？当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你，认为你是教会的元首。我们可以信主，我们可以得到天上的福气，都是因为你的缘故。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认识、知道。 教会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当我们打开《一副手书》的时候，仇世宁跟我们每一个人讲话，我们是怎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 n 根据《一副手书》第一章开始的时候，讲到教会的意义跟目的是什么呢？ 这是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彼此联合。我们一同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十节到二十三节。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节这样的章？就是教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 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二十一节，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单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是超过了。二十二节，要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 使他为教会做万有的自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漫有节所充满的。节段的经文当中讲到很重要的事情：，耶稣基督的能力，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是。 教会的身体，跟刚才我们讲教会的目的，跟刚才我们讲教会的目的，就是我们大家可以彼此的联合有什么意义，有什么关系？要明白这段的经文，我们其实要重新的看以弗所述第一章。 我现在所用的就是新的啊，翻一本。开始的时候，让我跟大家念几节的经文。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是怎样的章？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给在以弗所的圣徒。 就是在基督耶稣里中心的人，愿我们的父神和主耶稣基督赐予你们恩惠平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是应当轻松的，他在基督里常把天上各种属灵的福分赐给我们。刚才我讲到三节的经文。 如果大家有注意的话，你可以听到有四次讲到“基督耶稣，基督耶稣，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事情。所以，以夫所述，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讲到告诉你跟我，耶稣基督是你和我的元首。 更重要的就是提醒我们，耶稣基督好像刚才我们所讲的，就是教会的元首。意思就是什么呢？意思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缘故，所以我们应该彼此联合。以前我们不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是分隔的，我们是没有关系的，我们通常都不太喜欢大家的。 我们没有很好很好的关系，但是非常奇妙的就是，当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以后，神就把我们带在一起。在以父所书有很多不同的经文，都是讲到这样的事情。以父所书第四章第三节讲到，用和平彼此联络。 确立保守是您所持合一唯一的心，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特别讲到的就是我们要确立保守，顺您所持所持合一唯一的心。有些时候我念到解药和经文的时候，我感觉到不太舒服，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都可以领受到。 经历到有些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发生一些的事情，不是好像这样讲的。但是我觉得保罗真是提醒我们，我们要确立、确立、确立保守圣灵所赐何以为一的心。另外一个经文就是在一幅手书第一章第十节，要照所安排在日期满足的时候。 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大家有没有看到讲到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当保罗讲到基督耶稣是我们的元首，是教会的元首，是教会的身体，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以前我们。 是分隔的，没有关系的。但是现在我们可以彼此的问候。现在你跟我的关系不是外外面的人，是弟兄姐妹。所以当讲到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有彼此啊关心彼此同心的时候。《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六节。 全身都是靠他联络的合适，而且各安各自，叫着个体的共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整整整场在爱中建立自己。同样的，都是讲到这样的事情。刚才我讲到，如果不是因为耶稣基督的话，我们都是分隔的。 但是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元首，他把我们每一个人都放在教会里面。我再讲一次，教会的意思不是讲到 building，是讲到一同信耶稣基督的人。现在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个人的故事，我叫他是。 托谢的故事，我跟大家有些弟兄姐妹分享过。我在家里面，我有四个姐姐，我是最小的。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当我们没有新主的时候，我们的姐姐跟我关系不是太好的。其实。 姐姐之间的关系都是不好的，大姐姐跟啊二姐姐的关系不好的，我的三家姐跟四家姐的关系也是不好，我跟所有的姐姐的关系都是不好，我不太喜欢他们。我的爸爸妈妈的关系都是一样的啊，他们经常的吵吵闹闹的，都是不好的。我记得有一次。 啊，下午的时候，我是在家里面用饭，自己一个人。我的姐姐在她自己的房子，她做自己的事情。有人哈，我忘记，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的妈妈哈，可能是妈妈在外面，她就啊，叮当叮当叮当，盼望有人在家里面开门给让她进去。但是她叮当叮当叮了很久。 都没有人开门给他，我就在家里面没有做什么，我在等我的姐姐出来开门给我妈妈，但是我的姐姐在房子里面，也是等我在外面开门给我妈妈，但是我们两个人呢都没有做什么，最后最后呢，我的姐姐呢就等不等不了了，她就开门给我妈妈进去。 但是当时我的姐姐非常气愤啊，她就拿起她的拖鞋，向我抛下去。当时我是吃那个个啊面哈面条，我急的那个啊啊拖鞋哈啊掉下我们的面条里面，我就非常非常的啊生气。这个就是我们。 大家之间的关系，我们没有爱，没有联合，因因为我们心中没有神。但是神真是奇妙，我的爸爸妈妈信主，我姐姐信主，我信主，我们整个家庭啊，都真是很不同。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跟你的姐姐啊，跟你的爸爸妈妈讲“我爱你”。以前我都没有，但是当我信主以后，我经常跟他们讲“我爱你”。我觉得正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改变我自己。不但我跟我的爸爸妈妈讲“我爱你”，我跟我的外父啊，跟我的外母、外婆都是讲“我爱你”。 我觉得这个爱不是从我自己来的，是从耶稣基督来的。这个就是什么意思？讲到基督是我们的元首，不是一个很困难的、很难的一个神学的主题。有些时候我们思想的太多，但是我觉得，当以弗所书讲到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讲到他是。 我们的软弱，是我的们的字体的时候，是长到因为他的缘故，所以我们应该彼此的相爱，我们应该彼此的联合，这个是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要知道。另外是什么呢？当我们在打开第一章的时候，在这里不但长到。 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要彼此的联联合，彼此的啊有一个一个关系。如果我们看第一章第十五节的时候，我再讲啊，我这个是一个新的翻译本。第一章第十五节在我的圣经里面是怎样的讲？因此。 我听见你们对主耶稣基对主耶稣有信心，因为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因此对众圣徒有爱心。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也是这样的讲：周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 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最后呢，圣经里面没有讲到满有爱心，其实呢有这几句个这句话，就是满有爱心，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元首，不但我们应该彼此的有一个相连的联合的时候。 我们也应该有的就是彼此的相爱。我非常喜欢这句话，我相信大家都认识这句话所讲的《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九节：“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了，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 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这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我非常喜欢第四章第十九节提醒我们：我们以前是没有爱的，爱是从哪里来的？因为我们犯罪的缘故，我们没有爱。 但是在这里讲到，我们现在有爱啦，为什么？因为神先爱我们。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每一个信息，从旧日到新日，都是讲到讲到神对我们的爱。所以，我们不可以不彼此相爱。所以，我觉得。 我们真是很小很小，在教会里面，我们讲到“我爱你”这样的事情，这个不是新的信息。圣经里面讲了很多很多的地方，都是这样的讲。当然，我们讲到“我爱你”，不是讲到其他的 romantic 的爱，我们是讲到在基督里，我们应该彼此相爱的爱。所以。 每一次我看到弟兄姐妹的时候，我都喜欢跟他们讲：“在基督里，我爱你。”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提醒我们，我们的爱不单应该只是在教会里面，外面也有很多人呢。他们很多人都为信主的，我们都应该用信主的爱爱他们。 然后他们就可以感受到神的爱是怎么样。当我在 Bay Area 服侍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姐妹打电话给我，她说：“牧师，牧师，我认识有一个家庭，他们还未信主，他们也没有来教会，你可不可以去探访吗？做一个探访吗？” 我说当然可以啦。有哪一个人说哦？因为他们没有参加教会，没有参加我们的教会，我们就不去探访吗？不应该是这样的。有哪一个人会说哦？因为他没有信主，所以我不探访。我们不可以这样的做？我们不可以这样的没有爱心的对待任何人。 所以我非常喜欢做这个探访，无论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在外边的很远的。有一次啊，我是住在 m i l l b r r y 但是有一次我要开车开一个钟头，去去探一个啊啊，我从来不认识的人，没关系。每一次探访的时候，我都是带“我爱你”的带到探访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我会这样的做呢？ 不是我自己这样的做，是因为耶稣基督是我的元首，我很清楚的。我盼望你们每一个人都很清楚的，就是我们做每一件的事情，不是因为自己，不是我因为我可以得到有什么的好处，完全都是因为我信耶稣的缘故，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元首，所以我们就去探访。他打电话给我，就说。 啊，我要去探那个家庭。当我去探访这个家庭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的感动，也对他们的情况感受到非常的可怜。啊，这个家庭里面哈有两个啊年轻的孩子啊，我自己都有两个儿子哈啊，他们有两个儿子啊。 大概的年岁都是呃十八、十九岁哈，啊，大家都很年轻啊。一个是应该十八十十八岁，现在应该十九岁；另外一个是应该十六岁哈，应该是非常的有啊啊活力啊，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事情。但是当我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换了不是一个儿子。 是两个儿子在床上不可以做什么，换了一个叫 ALS 肌入文书影响生的啊那个证，影响他们，他们不可以不可以做什么，我觉得非常难过，所以我就跟我自己贝 a r y 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分享。 我说，不但我们要探访他们，为他们祷告。有、哦、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的，就是说，哦，我为你祷告，但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但是我跟我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讲，我们要为他们祷告，但是有什么其他的事情，我们可以帮助他们，支持他们呢？我非常感动的，就是当中有两个弟兄姐妹。 他们自己是一个 professional 的 physical therapy，他们有自己的工作，但是他跟我讲，牧师，我们愿意每一个星期五下午用一个或两个钟头的时间来帮助这两个年年轻人，让我听到我非常感动，所以。 到现在，他们都是这样的帮助他们。有一次，我跟他们一同去，啊，其中一个年轻人是他的啊啊 birthday，所以呢，我就带我的呃吉他啊，跟他们唱 Happy Birthday，我觉得非常的美丽，因为耶稣基督的爱，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元首，我们可以。 把这样的爱不单在不单在教会里面，但是我们可以带到有需需要的家庭里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对于我们来讲是有福气的。所以，我在这里呼吁弟兄姐妹，留意在你的邻居、在你的朋友里面有没有人需要帮助的。 无无论他们是信主还是不信主了，不但要为他们祷告，把他们的情况跟我们分享，好让我们可以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我盼望有些弟兄姐妹可以跑出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我们这样的做，完全是因为耶稣基督。 是我们的元首，那所以呢，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了。所以我经常跟弟兄姐妹讲，信耶稣真是非常好。信耶稣不但改变我们自己的生命，同一样的都改变其他人的生命。所以，基督是我们的元首，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还有呢。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回教会里面呢？不但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元首，所以他把我们以前是分隔的，现在是彼此的连接的、联合的。也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学习彼此的相爱。第三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 所以，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六章讲到，他赐给我们新主的人，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因此，我们念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时候，特别我们看第一章第十四节，怎样的在这里讲到的，就是。 第十三节怎样的讲？一，一副所书第一章第十三节怎样的讲？你们在基督里也是一样。你们既然听见真理的道，就是使你们得救的福音，要相信了他，就受了，受了什么？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每一个新主的人呢，哈，都有啊圣灵的啊印记。还有是什么呢？第十九节，第一章第十九节讲到的，就是要知道他向我们这些信的人所献出的能力是多么大。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元首，所以我们彼此相爱，我们要彼此的。 联合，还有呢，就是我们有圣灵的印记，有能力，我们可以借圣灵的能力来彼此的服侍，帮助其他人。我非常喜欢撒那他书五章二十二节这段的说话，也跟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有关系。 当你跟我信了主以后，就应该有怎样的果子？再来，他说五章二十二节怎样的讲？圣灵所借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忍忍耐、良善、顺时、温柔、折直。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非常喜欢这段的经文，给我很大很大的提醒。我要跟大家分享。 一个很久很久一个个人性的见证。刚才跟大家说，我有两个儿子，我的大儿的儿子现在都是二十二岁了。当他当他大概六岁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啊，我开车，他坐在后面，我们就去一个地方啊啊买一些个东西。 当我开车开到那个 parking lot 的时候，突然间我面前有一个 BMW，就啊啊退退后，就碰就碰到我的车。其实的意外不是太严重的，我看一看都是很小的 scratch，所以呢都不是很大的、很很很很很重要的事情。 然后哪一个人呢？下车以后呢，就真是不有很大的礼貌，跟我讲了很多不好的说话啊。现在呢，我不可以讲啊啊。然后大概意思就是啊，你你你，我不会给钱啊哈啊啊！虽然是我，我不应该是这样的啊。Back off 啊，退后，嗯嗯，这个、车，但是我是。 是我的缘故有这个意外，但是我不会给钱你的，啊，我不是我我没有问他拿什么钱，但是他就是这样跟我讲，还有讲了很多不好的说话，我心里面呢，我跟你讲哈啊，非常非常的气愤哈，啊，但是我真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我跟他讲以下两句话，跟当时的情况是没有关系的。 第一句话我就跟他讲，我说我是一个牧师，啊啊，I'm a pastor 啊，我是一个牧长。然后他就退后一步两步哈，就跟我讲，我都参加教会聚会的，但是有的时候我都是讲一些不好的说话，我就这样的想了，是怎样的吗？ 嗯，我都参加说话的啊，我都参加聚，参加教会的，但是我我都有的时候我的说话都不是太好啊，我就是这样想，这是什么意思？然后我就真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跟他讲，不但我告诉他啊，我是牧师，然后我就跟他讲，我爱你啊，I love you 哈，啊，正是在哪一个情况没有什么关系啊。 然后他却再退后多一步，突然间他整个人啊，真是很大的不同啊啊啊！对于我讲啊啊啊，对不起啊，很多啊很好的说话啊，五分钟以前是一个好像一个外人的一样啊，但是五分钟以后好像一个很好很好的人啊，我真是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啊。 神的啊，圣灵的工作真是厉害哈、啊！啊，如果不是啊啊加拉太书的话，我真是不知道我会做什么。但是神的说话真是有力量，真是改变我们。当我再看一看啊，我的六岁的孩子还是坐在我的车后面的时候，我感谢神，谢神啊！我没有做什么不好的见证。 在他面前看到和听到，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啊！不是我有能力可以啊会去爱其他人，不是我有能力可以改变每一个关系，也不是我有能力可以啊有什么什么的爱心，完全都是好像一副所书所长的。 都是因为耶稣基督是你跟我的元首，不单是你跟我的元首，更重要的就是教会的元首。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我们要参加教会的聚会，好让我们可以学习的。 彼此彼此的联合，彼此的相爱，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圣灵的因子带着圣灵的能力，我们一同用圣灵的果子彼此的啊服侍，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在另外一个星期。 啊，在另外一个啊啊啊崇拜里面，我会跟大家啊打开一副手术，再讲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我们要参加教会的聚会？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非常感谢你，因为你的缘故，我们可以认识你，我们学习什么是爱心，我们怎么样以前是分隔的。 但是现在因为你的缘故，我们可以彼此的呃联合，我们彼此的啊啊同心，求神带领我们，帮助我们的教会，盼望我们的爱心爱心不单是在教会里面，也可以在外面里面看到神你的爱心。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我们的父神，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世上我美咋没？<music> 在天上的父，愿能得真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阿门，<Amen> 请大家一同接受神的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你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